嗯，给我也吃一点嘛。哎呦，你看一下轩林刚刚那个反应，所以他 你吃不吃？不吃给我吃。何老师威武。我想请你闭上眼睛。指导说：“穆奇呀，你走那么快干嘛了？你都丢掉了你的米饭了。”大哥威武！哎，何老师威武。那我觉得你是谢谢何老师，谢谢何老师。就在那个蛋嘛旁边。我往脚底下去了，这么刺不了啊！再嘛，哈哈哈，就笑完了。哎呀，看我眼疾手快不？我这丑。把握有没有？来一个二一。哎呀，我又接上了。哎，我也算半个的啊，行，放来。